好，现在打击要轮到的是郭彦文。郭彦文今天在进攻上面三个打数，一支安打一次，故意失坏就保送。我觉得这也是郭彦文呢帮助中华队的一个最好的机会，因为今天两次失误都在他身上，但是呢。比赛，中华队总共已经被保送了五次。在今天之前，过去三场分组预赛呢，都是每场两支。黄伯龙在二垒，郭彦文在一垒。现场在家里哦，这个时候这一刻比他还高兴呢、这一刻大家都非常的振奋，所以我真的想知道杨大到底跟他讲些什么。太棒了，现在4-1也迫使古巴队不得不做一个投手的更换。